为什么社会上医患纠纷越演越烈，杀医事件频频不断，你在官媒上永远听不到真相。特色体制法不责医，中国医生是体制内的人，享有免责伤害权。老百姓就医过程中发生任何伤害事故，无论是医生故意还是过失，医院处理的原则统一都是欺骗、洗脑、造假，死不认账，概不负责。官媒禁止报道医疗事故，很多民众对医生根本没有防范。中国医院是一个享有特权三不管的法外之地，在中国医院这个地方，一切的明规则全部被潜规则取代。治愈病人不是衡量医生工作成绩、影响医生晋升的条件。中国医生根本不是靠医疗技术获取名利的，行业垄断、法律失效、官媒失声，这个地方从来不用讲服务质量，因为治好、治坏、治死、治残都要收费，而且不用负责。所以一些院长带头贪腐，一些医生专攻于给患者设局、洗脑、诡辩、耍赖等厚黑之术，滥用药物、恶意手术、图财害命的过度医疗越多，钱就赚得越多，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生财之道。在这种三不管的独立王国般的医生利益集团中，这些人关起门来彼此之间拉帮结派，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互相炒作，自称自封自表彰，头衔一大堆，今天这个会明天那个奖，全都是浮云。一帮人在一起玩权术、拉关系、自我造神，你捧我来我捧你，共同目的就是变着法的与民争利、贪腐捞钱。所以往往越是专家越是黑，越是血债累累越是先进个人。在这个圈子里有一些好医生凭良心默默地坚守着人伦底线，但却不敢站出来说话讲真话，就要受排挤、被打压、被边缘化。比如那个走廊医生蓝月峰，而腐败分子反而大行其道，成为主流，甚至是中粮底助名利双收。不少医生在国内坑害同胞，对平民敲骨吸髓，大发横财，越是腐败越升值，各种荣誉光环及一身，等退休后转移资金全家移民出国享福，作为老百姓自己掏钱看病，你花再多的钱却连一个消费者的名分都不会给你。这套路一开始就是不准备负责的，这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医疗商业化，哪有商人敢图财害命坑骗客户还能做大做强名利双收的道理。今日早报有16家公立医院院长纷纷落马的报道，在凤凰网、新浪等知名网站上都有刊登，集中提到医疗卫生领域的腐败是从上烂到根的，上至局长、院长，下至药械科长、医务人员，往往查处一案牵出数案，查获一人牵出一群，形成窝案串案。由此可见，老百姓被过度医疗坑害到家破人亡，自然没人会管了，因为这些人全是一个利益集团里的，彼此之间最牢靠的关系就是腐败的关系，互相包庇，一相互早就成为行规了。而这些上千万上亿的贪腐资金自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都由花钱看病的老百姓来买单。有一位弃医从商的网友说过，在中国医生这个职业稍微有点良心的人就干不下去。据知情人士说，医生的黑色收入是工资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大医院主任级别的医生不少人都是千万乃至上亿的身价。曾有作家感叹，在中国医生这个行当有无数白衣包裹下的罪恶，局外的人不了解，行内的人又不肯说，这是文明的黑洞，不知何日才能暴露在阳光下。最需要严谨求真的医学在这里竟然是以造假和谎言为主流的，最需要有良心的行业结果却是最没有良心。这一切就是因为医疗行业充满着惊天的暴力，而医生又是体制内的人。接下来让我们从网络曝光震怒全球的中国最恶毒的女医生平平，她那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中揭开中国法不责医的惊天黑幕。现在上海仁济医院生殖医学科任职，仁济北院原在仁济医院泌尿科、男性科的平平是一个外地来沪的女医生。平平起初只是一个做皮肤美容的整形科小医生，她靠潜规则上位跨科晋升，摇身一变成了男性科的副主任。而全国公立医院泌尿男科里几乎没有女医生从业，更没有主刀的女医生，平平是个罕见的特例。平平在没有任何手术指征的前提下，她仅仅为了1000多元的手术费睁眼说瞎话、虚构编造病灶、欺骗健康人，在命根子上恶意手术，又因索要红包未果，她竟在手术中疯狂的连环做手脚，窃人取乐，趁机发泄，直至上海本地的未婚小伙终身性功能丧失。术后平平脸上那狰狞得意的笑容让人终身难忘。女医生平平曾操着一口阴阳怪气的普通话叫嚣道，我就这样对你了，让你做个太监痛苦一辈子，你去院长那投诉我去啊，你还可以去找卫生局长投诉我，随便你告到哪里都没用的。全球曝光，上海市卫计委主任乌惊雷尸位素餐，护医疗腐败民不聊生。乌惊雷主任作为主管单位的最高领导，在这种恶性医疗伤害事件面前，不要装聋作哑，更不要成为腐败分子的保护伞，使国家俸禄为人民服务，这是官员的天职。平平这样的腐败医生背离了医生的基本职责，利用医生的公职
傻流氓发泄恶欲残害无辜的平民有恃无恐到了欺人取乐令人发指的程度。作为主管单位的最高领导，如果还要袒护纵容盖黑遮丑一黑到底的话，那么民众还能看到什么希望呢？请上海市卫计委吴惊雷主任和黄宏书记不要让上海市民一去医院看病就被各种潜规则弄得担惊受怕，人人自危，不要让上海的医疗成为文明的黑洞，民怨的源头。网易新闻公开报道了世界著名出版商施普林格撤稿并曝光了524名中国医生学术造假的特大医疗丑闻，震惊国际，其中上海地区造假人数最多。这些被曝光造假的名单中就有现任上海国际医学中心院长，也就是原上海仁济医院副院长兼泌尿科科室主任黄毅然，就是他把一个整形科的女医生平平破天荒地安置在泌尿科里，留在自己身边。无法想象在泌尿科的时候黄毅然把平平娇惯宠幸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他有恃无恐疯狂盗窃人取乐。有内部知情人士爆料说，上海仁济医院女医生平平的老公名叫汪浩，平平在九院待过几年，她是出了名的乱搞跨科晋升潜规则上位，在仁济泌尿科的时候如日中天，也是她最疯狂的时候，恶意手术、过度医疗、开单提成、药品回扣、红包等等各种黑色收入，捞到什么程度，他一个月的黑钱就可以买辆车，两年就能在上海买房，他的一条丝巾就值三四千元，一只包包就两三万元，每月的药品回扣、勒索红包、开单提成、恶意手术等黑色收入竟有几十万元之多，普通中等收入的老百姓血汗工作两三年的工资总和还不如平平医生他一个月的黑色收入来得多。他要求每台手术必须都要有红包，每个红包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泌尿科是上海仁济医院的重点科室，门庭若是，平平自从进入泌尿科后每月都捞得盆满钵满，没几年就发了黑钱，捞得实在是太多太顺了。这种黑色医疗贪腐发财的舒服日子时间一长，这个女人就开始目空四海，不可一世，根本不把老百姓当人对待，她内心的虚荣和丑恶也随之膨胀到灭绝人性、丧心病狂的程度。这位知情人还说，平平毁了你的不只是你的命根子，而是你的一辈子。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尤其是一个未婚小伙，遭受到这种极不人道的残害，导致终身性功能丧失，换了任何人都会一辈子痛苦，饱受身心折磨而垮掉的。你肯定没有心思去工作了，因为你废了，你一辈子没有幸福，没有希望，没有憧憬。你是独生子女，是你父母生命的延续，是你们整个家庭的希望，你被害成这样，一生都废了，找不到老婆，无法结婚成家，先不去说如果遇到一个爱你的女人，你会更痛不欲生，而你这样痛苦的活着，你父母肯定也非常痛苦，你们这一家子从此再无欢笑，整个家庭的命运都因此走向没落。平平其实是毁了你们一家子，而他下黑手时，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算好了的，这正是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我看完他的话，眼泪瞬间夺眶而出，滴在键盘上，一阵阵心酸心痛涌上心头。上海市卫计委吴惊雷主任啊，上海医疗腐败真乃全国之首，医生图财害命，不但没人管，根本就是放任纵容的。上海大医院最多，涉及的金钱利益最多，腐败自然也就最多。同样是上海的国有单位，电力、电信、银行、邮政、环卫、公交、警署等等，包括其他与民生相关的行业，在服务规范和质量上都有人管，至少都有个一线大城市的形象。为什么唯独上海的医疗没人管呢？各行各业除了医疗这块，没有一行会把是股民之故犯当做创收手段来做的。吴惊雷主任，你到底是管不了还是不想管？说白了，在人命关天的大问题上，一旦有了暴力，就没有了是非观念。官员贪腐损害的是国家利益，多多少少还会有人管；医生行凶图财害命，损害的是平民个人的利益，并多方得利，所以就没人管。在国内 90% 的医疗事故都是有恃无恐明知故犯的，更可怕的是绝大多数医疗伤害事故全部都是利用国家机器耍流氓，死不认账不了了之作为结局的。官方每年公开的医疗事故数量全都是虚报的，在这样一个法不择医的大环境下，有多少灭绝人性的医生有恃无恐的行凶敛财，把一个个平民家庭残害到家破人亡，多少无辜的平民被害的一生竟悔生不如死，而这些行凶者却能逍遥法外，大发横财无人管，这到底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医生是体制内的人吗？有句名言叫报纸越干净社会则越肮脏，你在官媒上几乎从来听不到对国内医疗事故的报道，但现实中稍有社会阅历的人们请回想下，在你身边的那些认识的熟悉的人中遭遇过
过医生欺骗和坑害的案例绝不少见吧？医疗这块腐败的实在太恶劣，太害人，太残忍，太不人道了。医生利用公职堂而皇之耍流氓，拿遵纪守法、老实本分过小日子的上海市民肆意残害，为了1000多元，连一个人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都要剥夺，直接把人逼上绝路。作为主管最高领导吴京雷，你大权在握，不能只管医院收钱，不管医生行凶。你们可以利用国家机器耍无赖，甚至打压，但是请你想想，平平世界上你们所维护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一个外地来沪的小医生，他个人人性丑恶的发泄取乐，其价值仅仅是1000多元人民币的手术费。苍天呐，吴京雷啊，在医疗这块，请为上海留一份国际形象和人伦底线吧。难道说你吴京雷的政绩就是不讲医疗质量，不论是非黑白，不顾百姓死活，不讲人伦底线，只以收钱多少来衡量的吗？平平叫嚣的时候就说有本事让我来找你，有他这句话，今天我就在全球互联网上面对全世界的网民公开问责。上海卫计委主任吴京雷尸位素餐，1000多元，也就普通人一套西装的钱，这点钱哪里赚不到？这种黑色医疗不只是暴力，也不只是抢钱，这是平平这样的腐败医生个人利用体制弊端祸国殃民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上海仁济医院在医老虎李卫平的领导下，医院这个地方连最基本的是非观念都没有，现实就是医生行凶，院长敛财，坐地分赃。上海仁济医院塌方式腐败，从上烂到根，权力失控。院长李卫平一手遮天，利欲熏心，贪腐成性，仗着法不择一的潜规则，利用体制弊端，以损害民众的生命健康来敛财。没有什么比这种性质的腐败更恶劣的了，损害国家公信力，利用医生的公职，打着医疗的名义，残害无辜的平民，疯狂敛财。心理变态的恶毒女医生平平混在这医疗腐败的保护伞下，趁机其人取乐，获得另类的快感来满足恶欲。这种骇人听闻的丑闻拿到国际上去，足以震惊世界。你们这是反人类的罪行，李卫平和平平是要被送上国际刑事法庭接受审判的。上海市民强烈要求纪委、卫生部、检察院彻查上海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医疗腐败、顽固职守、贪污受贿，包括过度医疗残害民众、工程项目建设、药品采购、设备采购、组织人事活动中的种种贪腐问题。市民呼吁严打医老虎，查办李卫平女医生平平仅为千元发泄恶欲欺人，取乐毁人命根。上海仁济医院腐败到这种逾越人伦底线的程度，并有巨腐巨贪，不查则已，一查惊人。上海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到底有多少财产来源不明，这个数字绝对是惊天的。现实中很多腐败分子都是裸官，利用公权力贪污受贿捞黑钱，生活中他们的子女留洋移民，豪宅豪车穷奢极欲。呼吁相关部门全面彻查李卫平，还上海医疗一片净土。很多外国医生通过互联网得知这个事件后都震惊了，他们愤怒地说，他不是医生，他是魔鬼，这不是医疗，这是对人类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这是反人类的罪行。上海仁济医院女医生平平在手术中那种有恃无恐视人如草芥的心态，根本不把人当人，一通乱刀恶切，不计后果，说白了就是恶意残害虐待折磨人，拿人命根子切着玩取乐。平平最恶劣之处就在于他已经是为钱恶意手术，又因为没有索要到红包，恼羞成怒，在手术的各个环节上都极尽了最大伤害，故意造成最大破坏性，凌迟一般刀刀切要害，将健康人活活切成终身性功能丧失。平平恶意切断主要神经及系带神经，使男人敏感部位失去快感，无法勃起，恶意切断破坏尿道海绵体，导致无法充血，让男人精液无法射出，恶意切断主要血管，恶意切除正常组织，术后还指使他的搭档陈慧星医生恶意拆线皮外缝合，把不可吸收线线结的两个角全部剪断，并不抽出皮下线头，所有缝合部位全部如此恶意拆线，大量线头残留在男人的敏感部位里，反复发炎化脓，还形成肉芽型肿块，终身折磨，让人痛苦一生。平平这个外地来沪人性丑恶不堪的女医生真的是心理极度变态，她真的不是人吗？上海仁济医院男性科平平做手术下毒手时，满脑子想的都是行内潜规则，他认为你是平民家的孩子，没有背景，利用医生的公职在手术台上无论把患者弄残还是搞死，医生自己都不用负责。在这个特色体制中，只要和医疗事故沾上边，你就等于掉进了一个没有真相不讲是非的万丈深渊无底黑洞。医疗事故是个特殊的禁区，在这里法律失效，官媒失声，利用国家机器和体制弄残你，医生是零成本
件犯罪，而你注定了投诉无门，冤死都没人管，所以你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平平在这种有恃无恐的思想下，他用虐杀、残害、折磨人的心态，拿一个原本健康的未婚小伙的命根子切着管取乐，切下的一块块正常的组织犹如凌迟一般直至残废在手术台上。平平气红了眼，根本停不下来，他一边下毒手一边问小伙子，你结婚了没有啊？苍天啊，他这是什么心态啊？人性为何会丑恶到这种程度？上海仁济医院的平平，这个外地来户疯狂捞金不可一世的毒妇，真不知道他从小是在什么样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读书读到丧尽天良，行医行到丧心病狂，他骨子里充满着扭曲的人性和吃人的文化。他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他急功近利，削尖脑袋，不择手段往上爬。当他进入到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特权行业中，彻底的释放出了这个毒妇没有得势之前从小到大扭曲的人性中压抑着的极度恶欲，一旦得势便大开杀戒，嗜血成性，没要到红包，一个不称心，一个不爽就耍流氓下毒手，趁机在手术台上恶切男性生殖器，泄愤取乐来获得另类的快感和变态欲望的满足。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别人一辈子失去幸福生不如死的身心痛苦上。一些网民评论平平这个女医生做出来的事情比日本731部队还要残忍，平平行凶之时正是她步步高升，日进斗金，在仁济医院最得势最疯狂的时候。而当时泌尿科科室主任正是上海仁济医院副院长黄毅然，他认为只要把领导伺候好了，就可以不断往上爬，大发横财，拿一个来就医的普通百姓当作猎物一般，在手术台上趁机残害取乐发泄一下根本不算什么事。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体制内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基层工作人员，虽然职位不高，却敢于滥用手中的权力，不计后果丧心病狂惨无人道的残害平民，因为不管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罪孽，一甩手全部都能转嫁到国家机器头上，他们自己却不用负任何责任。有人说公正公平是建立在双方实力平衡的前提下，良心和道德虽然可贵，但都是虚弱的，在法不择医的特色体制下，就医的平民失去了最后一道法律保障的防线后，这时一些腐败医生人性的恶劣必将是肆无忌惮丧心病狂毫无底线的，收了医疗费还要害人命，事后气焰嚣张到不可一世，何等的猖狂。像平平这种恶行作绝嚣张至极赤裸裸耍流氓的医生绝不在少数，这种利用公职有恃无恐的故意伤害，就是类似知名学者无私的合法伤害权这一概念。而医生所拥有的这种权利，更确切的说是一种免责伤害权，这是一种潜规则，更是一种体制弊端。所以正如平平说的那样，随便你搞到哪里都没有用的新黑手毒偷奸耍滑是上海仁济医院平平这个女医生的特点。她还在好大夫在线这个网站上自导自演炒作好评，这个导医平台和一部分医生有利益关联，只要出钱和他们合作的医生就可以随意屏蔽差评。好大夫在线其本质就是一个依托网站，在网上可以查到很多受骗上当的网友都有发帖揭露这个网站不公正，用户发表的差评要么无法提交，要么根本不会显示。中国最恶毒的女医生平平有恃无恐，明知故犯，毁了一个年轻人的一辈子幸福，让别人一辈子都生活在痛苦当中。平民家庭含辛茹苦养大成人的儿子正值青春年华，人生才刚刚开始，就被这个恶毒的女医生下黑手，几分钟就给毁了一生。其价值就是平平他个人仅仅为了一个红包和几百元提成的贪欲，不得不说穷凶极恶丧心病狂，这是一种利用公职最低级最卑劣最丑恶不堪的个人腐败，为几百元毁人一生，连黑社会土匪都干不出来，连那些高官土豪都会炸舌的被害小伙说，我是一个从小规规矩矩做人特别老实本分的上海本地小伙子，我从小到大几乎从来不打架也不会骂人，偶尔与人发生争执我也都是选择忍让，我就医时没有父母陪同，而且对平平医生是毕恭毕敬谦卑尊重，陪着笑脸说着好话，可是人性的丑恶书本上是永远没有的。他见我很有礼貌，戴着眼镜长的斯斯文文老老实实的模样，他就看人下菜，更大胆的对我下毒手残害取乐。有从事心理学的热心网民专门分析过上海仁济医院女医生平平的作案心理，平平骗健康人恶意手术，在骗手术费已经达到目的的前提下，这个女人还要以如此残忍令人发指的手段虐害被害人，这就是一种扭曲的恶劣心态。而且她每个环节都不肯放过，极尽了最大伤害，凡是被她动过的地方及相邻部位没有一处不被破坏的。她已经在手术台上亲手用凌迟般的方式一刀刀将未婚小伙生殖器上的各种正常组织切下来，活活将健康人切
成终身性功能丧失，又等到手术后一周意犹未尽还不过瘾的他，利用拆线的机会当场指导教唆陈慧星恶意拆线，再次对被害人进行残害和折磨。由此可见，上海仁济医院女医生平平她的人性是极度扭曲歇斯底里的，这即是人性的阴暗面，也是一种病态心理。平平通过用极其残忍及不人道的物理性伤害导致他人肉体破坏，使人残废后留下难以承受的巨大痛苦，他的目的要在身体和心灵上给予被害人终身的双重折磨，以此来获得乐趣和快感。这种以残害折磨人为乐的变态心理的产生，离不开一个人的天性和成长环境。有一位上海网民说，像平平这种从小吃钱财长大的外地来沪高学历的流氓，一旦得势往往是对社会危害性最大的，一方水土一方人。有些人从小就是在吃人的文化中熏陶，这些人功利心极强，极端自私，毫无人性，没有信仰，不讲人伦底线，根本不在乎廉耻。这些人为了改变命运，升官发财，掌握权力，过上穷奢极欲的富豪生活，拼命读书混学历，偷奸耍滑，不择手段往上爬。当平平这个外地恶妇来到大上海，看到了充满物欲的繁华大都市，这个女人内心贪婪的欲望再也压抑不住了。她在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特权体制内，贪婪地分享着医疗腐败带来的嗜血大餐。对她来说，做医生就是一场没有规则和下限的害人捞钱比赛。其实现实中很多腐败医生都有恃无恐的在昧着良心坑害平民，此类案例生活中比比皆是，只是平平这个心理变态者歇斯底里的手段显得更为疯狂更为恶劣。平平这个女人当医生根本就是不学无术不讲医学的，利用三甲医院重点科室的名气和在好大夫在线网站上的自我炒作行骗，在诊室里就开始背台词，各种忽悠以及话里话外旁敲侧击的暗示索要红包，明明是在坑害宰客，还恬不知耻的用施恩的口吻假装特别为就医者着想，给予特别关照和优惠。其实平平虚伪厚黑的演技并不高明，只是医生职业的光环让很多人放松了警惕，甚至是毫无防范。在医疗腐败的现实中，遇到没医德的腐败分子就是直接图财害命的，这毫不夸张。这种行为是医疗潜规则里被允许支持甚至是领导鼓励的，所以其实做手术对平平来说就是装个样子，切开皮肉然后装模作样认着性子，用玩弄的心态乱捣鼓一番，然后再草草缝合交差了事。而这对于这个心理变态的毒妇来说已经算是开恩了，只要他一个不称心一个不爽就直接耍流氓下毒手，顷刻之间毁人一生。他下毒手的时候还会用假装关心的语气问小伙子你结婚了吗，做完手术平平的脸上还会露出一种狰狞又得意的笑容。因为在中国公开的医疗事故数量全都是虚报的，在这个医疗大环境里过度医疗图财害命早就成了创收的手段，如同家常便饭，那么还有什么是这些人不敢做的呢？上海仁济医院平平靠着女性的优势跨科晋升潜规则上位，在泌尿科的男人堆里激励鹤群独一无二。因为当时有黄毅然的宠幸，一些医生虽然看不惯他的心黑手毒和贪得无厌，但也敢怒不敢言。也有同科室的医生看她是唯一一个女性，所以也都处处让着她。在这种顺境里，她内心的虚荣和自大已经膨胀到不可一世、目空一切的程度，他根本不把就医的老百姓当人对待，只当作猎物，又不坑害或攻击折磨取乐。毒妇疯狂到这种程度，实在是十恶不赦，就连上帝都要怒吼。在泌尿科的那些年黑钱，他早就已经捞成千万富豪了。因为平平这个女人是年轻得势草根上位，内心显然一副耀武扬威的暴发户心态。又由于特色体制医疗这块在国内是一个法律真空地带，无论医生对就医者犯下任何过错，全部都是一黑到底。死不认账的，这是行规。在这种环境下，久而久之，最终这个毒妇有恃无恐的心态膨胀到阉人取乐，犯下反人类的罪行。回看五千年中国，每个朝代的皇帝都掌握着生杀大权，可是也没有见过哪个皇帝随便抓一个平民来折磨取乐切着玩的。而上海仁济医院的平平医生这个外地来沪穷凶极恶的女人，却在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里干出了这种逾越人伦底线的反人类惊天暴行。上海仁济医院平平这个女人就是一个混在中国医疗界里利用公职残害平民来报复社会的心理变态者，穷山白眼狼得志便猖狂，身为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残民遗惩作恶多端，严重损害国家公信力，上坑领导下害平民，黑钱捞成千万富豪，如此败类逍遥法外天理何在？全球曝光阳光暴晒。上海仁济医院西院投诉接待办负责人张宏伟对被害人表示，这事我管不了，你直接去起诉好了。在现在这种体制下遇到这
种事情你没其他路可走的。曾有明白人说过，和医院打官司就等于和国家打官司，你想想你会赢吗？鉴定机构、律师、法官他们之间是长期合作的关系户，而和患者只是一锤子买卖。医疗官司早就成了一条二次坑害患者的黑色产业链，一一相互，官官相护，所有利益集团里的人都在昧着良心指鹿为马。一个医生犯错，整个医院乃至相关部门都来用更多的谎言帮着圆谎。很多打医疗官司的受害者走完所有流程后才明白什么叫做连环坑，从开始就是一个纳入系统运作的陷阱。医生坑完你，律师坑，律师坑完你，鉴定机构坑，鉴定机构坑完你，法官继续坑。因为受害者是平民百姓，是最弱的，坑害你没任何风险，他们又怎么可能和你讲道理、讲公正、讲契约精神、讲良心呢？作为平民，受害者在他们眼里就像一只被流水线式分食的肥羊，而平平这样的腐败恶医就是始作俑者。这类恶医为这条黑色产业链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鲜原料，这就是医疗官司为什么在中国被称之为冤案之王的道理。在中国不奢求免费医疗之福利，如果医院真像企业一样对待顾客，能合法经营、诚信交易，有人监督、有人管的话，也算是百姓之福了。中国医院脚踩官商两界，取利必责，行商业盈利之道，免违法犯罪之责，院长带头腐败，纵容恶医行凶敛财，故而索性不再讲什么职责和底线，医匪要霸群魔乱舞，谋财害命，堂而皇之，无法无天，无人管。老百姓最怕的不是药品价格贵，而是花再多的钱，那些医生都根本不肯对症下药，恶诊敛财，拿健康人开刀，把就医平民往死里害的医生大有人在。怪不得一些老百姓看病能看到绝望跳楼，哪怕倾家荡产买房举债，再多的钱给他们，他们根本不愿给你。往好理智，钱花的越多，过度医疗给你，滥用药物器械，恶意手术对你的伤害就越大。一些医生主观上根本不追求手术成功，因为本身就是过度医疗，恶意手术只有伤害大小之分，没有手术成功一说。更可悲的是在这种大环境的风气下，有恃无恐的心态使得一些医生在手术中那种极度草率和野蛮的操作，根本不把人当人，认着性子随意切着玩，没有看到病灶他们照样敢胡乱手术，乱切一通，切除患者正常组织甚至损伤相邻的器官，眼睛都不眨一下。手术做好做坏反正照样收费，做坏了还能扩大治疗范围收取更多的钱。在中国常常会发生手术做错部位的情况，比如左脚骨折，结果却拿健康的右脚开刀。从逻辑上，只要是正常人都会匪夷所思，没有看到病灶如何下得去刀，无从下手啊。但是他们不是正常人啊，这些人在体制特权的保护伞下，长期有恃无恐、偷奸耍滑、草菅人命的心态，早就习以为常。他们根本无需看到病灶，明知乱切照样下刀，一通乱搞，草草缝合，就算交差了事。更有甚者，就像上海仁济医院平平医生这样，从一开始就是设局欺骗，直接行凶，他就是冲着切正常器官来的。还有把医疗器械材料遗留在患者体内，这种低级的错误也常有发生。这些个错误在国外医疗界被称为不可饶恕性的错误，而在国内却是经常发生，乃至明知故犯。这些人有恃无恐、视人如草芥的心态和亵渎生命的程度，是你无法想象的。因为随便怎么搞都不用负责，如果你要投诉，你要维权，这些人的无耻与卑劣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据很多医疗维权案例中了解到，他们对待维权的受害者有一种进行人格栽赃的潜规则，其手段就是被精神病，这是一种中国特色套路式针对维权人士惯用的栽赃打压手段。通过直接侮辱性的人格栽赃，给维权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达到全面否定一个人一切言行的目的。从网上了解到，包括很多空鼻症维权者和揭发过度医疗的走廊医生蓝月峰，均有被此手段栽赃过。中国官媒都公开曝光过对上访人员被精神病的事件。在这种地方，人性的阴暗面无需掩饰，赤裸裸的肆意。无论是道貌岸然的大专家，还是雕横嚣张的小医生，或是一个奉旨挑衅的粗暴护工，从他们的态度中、眼神里，你就能发现充满着算计、傲慢、蔑视和嘲弄。因为这个地方根本不会和你讲标准、讲规范和质量。老百姓花钱看病，但却得不到规范正确的医治流程和标准，比如同一个就医者，不同的医生都可以随心所欲的给出各种不同治疗方案，不设标准，不要求规范。如果有幸遇到好医生，凭良心能给你对症下药；遇到恶医，就不管你死活，拼命乱开有害无效的回扣药，忽悠人恶意手术。而作为就医者，连过问质疑的权利都没有。有些医生傲慢到一问三不答，眼皮都不抬一下；有些就直接话里带刺，直接对你训斥和嘲讽；也有些故作伪善，演技一流，专攻洗脑，信口开
奈何，反正这个地方黑到底没人管，把就医者视为鱼肉，随心所欲，认着性子来的。所有医疗流程环节，从检查到用药、床位、手术、护理，全都成了掌控在恶医个人手中，用来图财害命和刁难卡要的筹码。这些基本的医疗流程和资源，他们想给你就给你，不想给你就会有无数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把一些没有必要的伤害性检查、暴力的回扣药、致死致残的恶意手术，却拼命的诱骗，甚至是威逼迫使患者接受。老百姓自己掏钱看病，付出的医疗费再多，也换不来一个最基本的规范医疗。这些如狼似虎、贪得无厌的恶医，岂肯甘心于仅限医疗费上的收入？药品器械的回扣和锁红包吃独食，才是最大的黑色收入来源。恶医们把不履行职责、卡断基本医疗资源和故意制造伤害事故作为敛财的主要手段，因为在这个地方全是潜规则，没人会给你真相，更不要指望投诉会给你公道。在这里每个环节上都有刁难卡要、生冷硬顶或是极不负责乱来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很清楚，无论他们自己怎么搞，对待就医者有多恶劣都没关系，他们个人都不用负责，一切后果一甩手就可以丢给医院，利用国家机器来摆平一切。而作为一个被这种免责伤害权欺凌、伤害到家破人亡的就医者来说，面对你的只有医医相护，只有无助、恐惧和绝望。道貌岸然的专家煞有介事的用专业言辞编织着无耻的谎言，小医生们打着官腔争先恐后的背诵着惯用的洗脑台词，处理医疗事故也好，医生故意伤害也好，只有一个原则：欺骗、造假、指鹿为马、死不认账、概不负责。或许有人会问，其他行业哪怕生产一支圆珠笔、维修一台机器，都有一个衡量好坏的质量标准和要求，为什么国内的医疗行业在人命关天的大事上，却会出现医生可以不讲标准、随心所欲的医治，出事后却不用负责呢？这不就是因为，如果规范起来了，要求质量标准了，那么哪来的暴力，哪来的天价医疗呢？如果不幸遇到像上海仁济医院频频这样心理扭曲的医生，就更为疯狂变态。他索性趁机在手术台上折磨人、阉人取乐、发泄恶欲，他自己耍玩流氓、心满意足，只要一甩手丢给医院，利用国家机器去耍无赖就没事了。法外之地零管理，医疗腐败黑到底，这种环境下医生不可能有责任心，良心都成了稀罕物。中国医疗抛开官媒在电视里的粉饰和洗脑，现实中老百姓住进医院，不用说关爱和人道，就连最基本的人权和尊重都得不到，因为这个地方根本没人管，全是潜规则，放任医务人员对平民敲诈勒索、图财害命。那些丧尽天良的医生就像是一个个掌握患者生杀大权的小官僚，个个有恃无恐、嚣张跋扈，生冷硬顶、推刁难卡药片，在平民生病来就医时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图财害命，这还是人干的事情吗？正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无天、无道理可言、一黑到底的地方，所以哪怕是一个护士、护工、收费员都可以认着性子随意对就医者滥发脾气、大呼小叫、冷嘲热讽的训斥。我相信很多就医者，尤其是住过院的人，都会有此经历。在这里只有潜规则、只有权力的傲慢和吃人的现实。医疗腐败最灭绝人性的地方，就是指鹿为马、知错犯错、故意伤害，不是医术好坏的问题，而是根本不讲医学和规范。一些腐败医生练的就是一张背台词的嘴皮子，他们以设局敛财和诡辩洗脑等厚黑术为能为荣，一边谋财害命，一边自称没有安全感、不愿子女从医，一边疯狂的开班提成、锁红包、吃回扣，一边哭穷喊累，一边恶诊害人、篡改病历，一边指责患者对他们缺乏信任，一边血债累累，一边拿医生的职责和腐败行为混淆概念、掩盖罪责。医生腐败祸国殃民，就医环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身权益和安危，把本就生活不易却能安分守己的平民百姓直接坑害到家破人亡，逼上绝路。医生腐败是危害性最大的恶性腐败，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公信力，从而激起的民怨，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其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像平平这样的医生，仅仅为了个人千百元的贪欲做下的孽。现实中人性的丑恶无处不在，新闻中那些喝了毒奶粉夭折的婴儿，被幼时虐待拎起耳朵悬在空中的幼童，被校长带去开房的幼女，在幼儿园里被猥亵的孩童，在养老院里被护工毒打和喂尿的老人，因为讨薪被老板打得头破血流的农民工，还有被城管跳脚踩头的小贩，这些地方都还是能够见光的罪恶。而像医院这种纳入系统运作一黑到底的地方，官媒都禁止曝光，像平平这样的魔鬼医生还有什么样的事是不敢做的呢？一些腐败医生无论老弱妇孺，他们都能
狠下毒手，他们没有任何羞愧和负罪感，没有任何心虚和纠结，他们理直气壮嚣张跋扈的图财害命，就医的老百姓在他们眼里就是被捕杀的猎物。但同样的体制下也有好医生，因为人有善恶之分，所以人性的丑恶是这种罪恶的根源，加上在吃人的文化中成长起来，做人不择手段急功近利的他们是不会有一点人性的。一张张虚伪狰狞的面孔，一套套千篇一律耍无赖的台词，一场场厚黑无耻的表演，一笔笔明知故犯的血债，一条条鲜活生命的逝去，一个个幸福家庭的毁灭，谁无父母儿女情，谁无人生好憧憬，将心比心都是人，何苦读到丧人伦。除了那些高官权贵和有医疗人脉关系的那些人之外，在中国各行各业中，无论你是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还是单位里的小领导，或者是老板，乃至公务员、小官员，回想一下各自及陪亲朋好友就医的经历，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有多少人没受过气，没被欺骗坑害过，没被潜规则过，这个答案不用说出来，在你们各自的心中自有一杆良心做得秤。我是一个上海本地80后的未婚小伙，惨遭毒手，一生尽毁，我别无选择做了一回皇帝新衣里说真话的小孩。医疗问题在国内没有真相，专家在洗脑，五毛在洗地，官媒里的粉饰和表演，节目里各种名人权威高谈阔论，故作争辩，全是滔滔不绝的天马行空，就是没人肯讲真话。我所写的这些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真实深刻的医疗环境现状，却也只是冰山一角，看懂此文者受益匪浅。活在中国，这是人生中最大的陷阱，因为它隐形在日常生活的常识中，无数人前赴后继，不明不白，连发生的机会都没。请珍惜生命，保护好你的家人。我能写出这些真相，我就不是一个农民，我是一个为尊严而活着的人，我是想给我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遭受到这种惨无人道的残害，导致我一生尽毁有一个说法，至少要有一个真相永远留在全球互联网上。只要真相能留在世上，让全球网民来做陪审团，我希望终有一天李卫平和平平被送上国际法庭接受正义的审判。恳请各位好心人帮忙转载或者翻译成各国文字流传于世，此恩此情来世还。上海仁济医院恶医平平事件被害人向全球网民声明，我用亲身经历在互联网上发帖揭露医疗腐败，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同时要特别感谢一些国外的医生和外媒的朋友对我的关心和帮助。在此我公开声明，我因上海山东中路145号仁济医院男性科女医生平平所同胞未果在手术台上恶意将我残害至终身性功能丧失一事无人负责，被逼无奈上网发帖向全球曝光揭露上海仁济医院院长李卫平医疗腐败，因涉及一些腐败者的利益，我和我家人有可能因此事件被报复而被遭遇各种不测和陷害，我已将我的所有个人信息及因此事件有可能会遭遇到的各种风险都已经向全球百余家媒体递交说明。有多位外媒新闻工作者和外国医生表示会关注我的人身安全和事态进程，若我有遭遇不测，事件性质将会升级，事态发展将不可预料，医疗腐败急需整治，医生为千百元害命害人听闻却又频频发生，老百姓住进医院处处潜规则，脸难看话难听，生冷硬顶还算轻，不送红包就送命，老百姓看病就是拿命去赌医生的良心。更多事件详情网络搜索生殖医学平平或者仁济医院李卫平贪腐。